忽略更平担任总监修的我的英雄学院，剧场版动画我的英雄学院，两人的英雄将于8月3日上映。近日官方公开了最新的战斗片预告和菅田将晖演唱的主题曲 Long Hope You Feel It 的长 PV， 这两部预告的内容都非常带感，欧尔麦特和绿谷联手战斗的画面搭配上动感十足的主题歌曲真是燃到爆。我的英雄学院剧场版战斗片预告，我的英雄学院剧场版主题曲预告视频加载中。我的英雄学院剧场版的故事发生在期末考试和林间和素的事件后，绿谷初九和 A 班的同学们到访了巨大人口移动都市爱岛 Island， 在那里欧尔麦特和小英雄们将迎来新的强敌，欧尔麦特年轻时的模样也将伴随回忆展现在大家面前。这次的剧场版将由作者枯月更平担任总监修，并负责角色原案和故事编剧，包子公司负责动画制作，长崎健司担任导演，黑田洋介负责剧本，马玉佳彦担任角色设计，林有树负责音乐，主题曲 Long Hope You Feel It 由知名演员菅田将晖演唱，主要声优阵容为绿谷初九 CV。